按按美女。哎，干嘛呀？放我下来，松开。你先说，你说要跟我分手的事情是假的，吓唬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先放我下来。我不放，除非你先回答我。7375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跟你说着玩呢，7375很好了。放我下来。不过纪律一定要遵守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做错了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什么事儿都没你比赛重要，扔完就跑，连自己犯不犯规都不知道，你还胡不胡闹了？不敢了，我错了，我下次改正。哦，对了，王主任是不是知道咱们的事儿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妈就那个德行，她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你就应该先告诉我，让我找她理论去。省省吧你，你去了还不得炸锅啊？但我这次成绩还算不错，对不对？她应该也说不了什么，嗯？也是。就差25分，当然说的时候也没留证据，耍个赖应该就过去了。干嘛呀？抱一下嘛。不香。怎么不香？多人呢，你别。哪有人啊？没有人。哎呀，不香，你别。段雨辰，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？本来就是啊。你看我今天比赛发挥那么神勇，就是爱的力量。